四天都没有进食。那只妹妹也是非常的乖哦，全身湿透透了。它可以钻出来，它可以出来。哦，毛通了，毛通了，阿布变成宝宝了，变白猫了。我们来祈祷。阿布喂。这一位孩子已经四天都没有进食了，确定这里了，给他东西吃他都不要吃一点，他最爱吃东西了，完全要硬上了，由不得我们慢慢诱捕了。那你们各拿一个，我会拿小网去逼他，他如果要过来的时候挡住他的去路，让他跳进去之后往外捏住他的头。孩子你要吃肉泥吗？我这个男孩他在那边哦，不去不去，去去去，抓住吧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呢，整个头捏住，对对对，能不能放松啊？他吓尿尿了，正常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慢慢抓了。喂，我们之前救得一只黑猫，通报人希望把它带去洗澡之后再带回家，所以我打算使用我们的最新秘密武器 Hey Snowy Smile 宠物智慧烘干箱。哇，这边滑滑眼的不用怕，超大说明书。它最大的特色呢，是箱体与底座可以轻松分离哦，它可以彻底杜绝触电的风险。它这个是80L的超大内部空间，内部设计跟摇篮般一样舒适，让猫还在里面躺着也可以享受干燥过程哦。像阿虎这种躲猫猫啊，最欢迎在15到20分钟就可以干燥了。那只妹妹也是非常的乖哦，所以这个给它来用应该相当舒适。好，那我们家盖着。哦，里面是相当的透气哦，有多少的透气口？转一下 ，Hello， 爱宠摸摸窗，这孔很大，适合猫咪及中小型犬。我有个大胆想法，这样子，然后它从这边钻出来。哦，你想要挑战吗？最主要的是它有闪亮的高雅外观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它不想出来了？很舒服哈，它活着你来了，活着你来了，逃生出来，这样是偷捞人，好玩嘞，好玩嘞，啊，太可爱了啦！还有一箱叫什么？好多配件哦，而且竟然还有遥控器，怎么收纳的很好哎？这个是平板吧？那这样我们来试试看，我好期待，它可以出来耶，太可爱了！它还提供一个收纳箱给你啦，吊在后面的，太酷了啊！这个东西，设计者肯定处女座的，细节都注意到了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这里的话，就可以烘干他们的毛巾啊，一机多用哎。那人也可以吗？就是你洗完头发，你可以把头伸进去里边，不舒服。一次性的宠物吸水毛巾，好，所以等一下我可以拿这个去帮妹妹使用，真的好精致哦，来打开看看。兽医级的宠物棉签哎，现在把它掏耳朵的吗？直接收纳就好了。细节孔，这一套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哦，又进去了啦，进去里面啊，这里面很舒服哈、哦。这个呢，关起来放手就会弹回去。我们来尝试一下好不好？包后面可以插电，好，电源打开。OK， 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们来启动，长按。哎呦呦呦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里面风量超大的，喜欢吗？舒服吗？安抚，可以出来了，不想出来是不是？好玩哈、哦，里面大的那个缝。好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它这个有 WiFi 啊，还有 QR code。阿霍啊，你要想进去是不是？我们装一下 app， 长按3秒，它就开始连线了。添加中，添加成功了，可以让你设定风速、温度跟时间，右滑就可以启动。超级静音，你听得到声音吗？8秒很吵。不要打架好吧，来过来吹干。我在调整的时候，面板呢它就会跟着变动。它的运行时间设定可以1到90分钟。阿霍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啊、如果猫咪会紧张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来改成这个安抚模式，它就会自动的把你调到一档，你就可以进去慢慢的抚摸它，超赞的，对不对？按完了我们就解除安抚模式，它就会继续计时。阿护烘干中，这很静音，对不对？无挡风速的声音也超小的。时间到，运行结束，恭喜出关，毛烹了，还不想出来？那个是要抱着宠物把它擦干的。洗完的时候、啊，但是阿护的身材可以吗？这样子把它抱在里面。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样子擦擦，阿布变成宝宝了，宠物抱抱机，宠物抱抱好温馨。它这个复合玻璃镜是要擦玻璃的啦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晾毛巾，不是要晾你的。然后卢珊珊喜欢 Pet Snowy Smile 烘干机吗？喜欢。所以我们跟大家，拜拜。然后喜欢吗？有没有买开箱？哎，它磁吸的哎，它这个 Twin Flow 风机系统好像音响哦，怎么那么的高质感？而且这个遥控器也可以磁吸哎，太贴心了啦！它这个根本就是处女座烘干机嘛。为什么要帮它洗澡啊？因为它我有用湿纸巾擦，都黑黑的啊。妹妹，你
因为帮猫咪洗澡他们会太过紧张降低免疫力，我们就稍微的帮它擦一下就好。它的上下是分开的 Casnoy Smile 智能烘干箱，它的风速是1到10档，尤其它的一档根本是静音的，温度也是，然后零档的话就是冷风模式，帮它稍微擦一下就好。在它不知不觉当中帮它这样子一边按摩一边擦澡，它完全没有感受到正在被洗澡当中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免去洗澡之灾了。哇，亮起来了！接下来来擦肚肚，来擦肚肚啊！你好乖，好听话哦。哦，好胖哦！有 Casnoy 的这个兽医专用的擦耳杆，他们好贴心哦，连这个都准备好了，擦擦就耳耳啊，又耳也脏脏脏啊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好了好了，全身湿透透了，我来烘干干吧，好不好？我来抱你啊哈！进进去里面，里面空间很大哈、哦，就算你那么的胖，也是绰绰有余，对不对？在烘干之前，你也可以使用他们的一次性的宠物擦干净，可以帮他先把身上的水分先擦掉。啊，我们先擦擦，让整个烘干过程更顺利。好，我们要烘干干的哦，哈，站好，准备启程哦。我们先来个一档风速跟一档温度，我们定时20分钟开始，20分钟后有个人出来了哈，没感觉哦，已经在跑了哎，加一点点风速，提高到2速跟2个温度，有风，所以它的承受力高，我们就可以再高一点，4档风速，4档温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风哦哈，来喊虎妹妹啊，里面的风好大哦，好温暖哦。如果说啊，它会紧张的话，它还有一个抚摸按钮，按一下。它就立刻把温度跟风速调到一档，因为这时候里面也没有风，它就可以安心的让你安抚。赏完甜头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按一下，继续进行。这个烘干机真的有够赞，整个进来给你咯。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速度和温度，不要他们一次感觉到很可怕这样子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虽然你是个女儿身，全符合空气系统的10档风速、10级温度，噪音不会很巨大，而温度是够的哦。太好了，哦，毛通了，毛通了，剩下1分钟，加油！运行结束，它会慢慢慢慢把温度降低，不要让猫咪的温差变得过大。好，妈妈来了，妈妈你抱出来。哇，洗完澡了，这是妈妈哦，恭喜你有家了。黑猫洗完之后变白猫了。箱体整个可以冲水，超级方便的啦。好东西可以做成大小的就好了。好妹，睡着了啊、哦？你那么喜欢这个箱子哦？你要回去那边客气吗？那我们就 go。